Filipino European 教室，来示范正确的手势 European 手势。不要太用力，点住它，就是不要很用力的，这样很累。轻松，轻松，你可以把它丢出去就拉回来，丢上去了，两个人心态，人家在失败中。僵硬，容易被预测。对，刚刚那一下是抓很用力的，就动作很明显哦，容易被知道之后香港点住它，比较难被抓。你再录一下你的手用推的，我只录你的手就好。拉了看看，他们现在真会劝脚。不要打我！哦，没力的。刚开始练习啊，就是练习轻松的定桥，就是要定住之后呢，然后从这边，然后走到那边去。然后再从那边再走，习惯边走边扣住球的，到底是不是定得很准，精准度，你会在一步一步中间，手要去做调整。然后等到这样 OK 了之后，就要换比较难一点，就是黏着它，黏着它走。没有起来很高，就起来只有起来一滴滴，动到这里一离开的瞬间，马上又回去黏住它，一离开的一瞬间，马上又回去黏。慢慢带它，慢慢带它，就是只能提高一滴滴，不能有离开太远的，不要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对，这样不行，这球台烂一点就跑掉了。所以黏，然后这样黏没问题之后，就要习惯走远，可以一步可以走远。哦因为这个就是哦，像这种招的预备，就是要可以习惯走远一点。Europe 有没有 snake 快？所以有啊，你打得比 snake 还快。没有吧？一样力气，一样体型，一样条件来说。snake 最快，但是他没有 European 灵活， European 就是他优势就在里面，你要善用他的优势。如果只有这样的，那不如练 snake， 对不对？他就是要可以走来走去，然后对方因为你乱走，混乱，然后找洞，或是引诱他露出，或是怎么样。所以如果他不能走的情况，就是 European 就会。效能就会比较差一点，所以比如说我感觉，那我从中间出发，那先就现在中间出发了，你要可以练到从什么地方出发都打那个洞，从这里出发也可以打这个洞，过来，就短两颗球而已就打。然后再过来一点，这已经快到极限了。再过来一点，这样可以打到那个洞。那这个洞越短的时候，碰到困难就是因为一拉就打，一拉就打，你这个空间不够，所以越短要怎么越短的洞要怎么打？第一个就是回推的力量要够大。回推就锤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把球向后带。哦，把它移动的距离，很多时候啊这么多，你把这个距离把它拉成这样子，
他就可以打，他就过来。本来是这样，哦，打，然后多半都会打到这里，因为他需要的距离可能就是一个距离。那如果要打短，就把向后带。哦。把这个距离在这一段消耗掉，他就不会跑到这里来。哦。到这边也是要可以。一样这么动，到最后的极限就是到这边也是可以打这么动，所有的点都可以打这么动，或者所有的点都可以打这么动。太难了，好难哦。然后从中间打推也是一样，我觉得不要那么严格，没什么力，就是第一个手要握得够深，目前大家都握得够深，握深容易撞到手啊，撞到墙壁啊。对，小心一点，然后把它推出去的一瞬间，推放松，放松，搓回来，哇，就可以打过来，哇，把推跟抽把它切成两半，切成两半。等一下，我再问一下，那就是这样练的吗？切成两段？对啊，就是把力道都切成两半，推，放松，抽，所以中间两个动作不要有交叠，两个动作一个动作结束，有一段是空的，然后下一个动作再做。你慢动作好不好？慢两动，分两动。哎，不要慢动作，但是就是分两动。哎，我把推放的比较慢。哦，再一次。推拉，我中间是有一段时间有肌肉放松。有。因为你肌肉如果还在硬的情况下，你要做下一个动作蛮卡的，所以必须要做到出去这个力量，在中间这一段是放松的，到这边岔回来又再第二次再出力，所以它是两个独立的力量。然后出力的时候推哦，不要把它变成单纯的推，不要单纯的推，而是力道出力是有点像下出去。哦，我知道，画一个圆，有点像，不是画圆，画一个洞，这样子。它是有点下出去的力道，但是不明显。哦，所以不是这样直直过去，直直回来，不是，是这样子一个拉勾一下，有点稍微。有啊，跟 snake 很像，差不多啊，出力，然后这样子大概就稍微是比较明显，就是有一点。哦，靠！这样速度才会快。如果凌空这样正推，那个推的力道都很弱，这样很弱。所以要让它过去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拉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是一个画一个勾。哦，这样会比较有力。对呀，跟之前很像。对啊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出价就是一样，到这里这个点一样要打。碎。因为这个动比较好做到那个回靠，那个推的姿势比较容易做，所以他只要到这边用力抓就对了，他不要把它坏掉。就是要把那个 bumper 打坏就对了。所以以此类推，就是只要稍微出去，然后抽回来就对了。那剩下就是你要最后就是可以从这边推到。